大家好，我是土豆。我们现在来到中立这里了，在我身旁这一家是山河堂拉面店。他这家拉面呢，他不管是从南部到现在北部的部分分店，他现在推出了一个活动，他就是拉面让你吃到饱。他这边是让你说所有的拉面配料还有他的小菜全部都是吃到饱的啊。各位啊，你们看一下，你看这边用359到399就可以让你这边吃到饱，只不过不知道他点下表现会是如何了，我们一起去吃吃看吧。 GO！OK 啊，各位，我现在入座了。没有想到说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就遇到杰克开吃了。哎，杰克，我也来拍。阿娘喂，这也太巧了。不过 OK 啦。今天来到这家拉面店哦，他这边拉面吃到饱的点餐方式是用这种点餐纸。看你今天想要吃什么拉面，你都可以点。而且它还蛮贴心的地方是说，它可以调面的软硬度，还有口味浓淡。我们跟他点餐吧。小雨，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点餐吗？哦，可以。面可以帮我煮5秒吗？5秒面。5秒面。谢谢。5秒面。好，看到5秒面。5秒啊。嗯。嗯，好，谢谢，谢谢。谢谢。他需要什么大花洒？谢谢你。只不过他这个拉面真的是清汤挂面的。这是大厨的。哦，好啊。帮你加一点。好，麻烦你了。这样可以的，谢谢你。还有他这边很特别的地方是说，他们会固定啊，在我们桌边送这些小菜还有炸物哦。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拉面店呢，还蛮特别的。当然，我们吃拉面之前一定要先喝喝看他的汤。这个体验有点像是说我们吃平常常见的百元拉面的味道，还有它面条口感也是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它今天这家店是把它做成说用吃到饱风格来提供啊，我是觉得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呢。不过我们第一回合的面已经吃完了，我们再跟它加一碗拉面来配这些配料吧。
哦，谢谢。请给我鸡翅，一只就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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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再试试看这个原味的汤头，看是如何啦。我仿佛来到酒。哇，它这个叉烧非常有台湾面店的味道哎。还有我们刚刚的小菜全部下去了，我天哪，它这个汤给的比例真的是有点像干面呢。我很确定的是说它这个连配菜调味都是非常的台湾。我们继续点下一碗拉面吧。不好意思，这麻烦你了。它这个就是台湾鸡翅啊，它是一个到处都吃得到台湾味。来吧，我们再试试看酱油拉面呢，看会不会好一点呢。哎，谢谢。还有我们的配料来了，我们来实现吃葱花的自由吧。这碗有满满葱花的感觉，我突然觉得好像很可以。我们继续点下一份拉面吧。谢谢，我们继续吃旁边的小菜了。哦，谢谢你。那这边有时候再来点小菜吗？我不要小菜。不要小菜，到时候再来一点。啊，不要，都不要，都不要。好，谢谢。
大鸡还需要吗？不用，谢谢。我们继续点下一碗拉面吧。哎，不好意思，谢谢。如果是各位的话，你还会想要点什么拉面吗？不好意思，谢谢。各位啊，我真的是左思右想，我就觉得说真的，再点一碗来吃好吗？不然有那么一点空虚啊。哦，好麻烦你。为什么都不吃饭？嗯，谢谢。好，各位，我们再吃一碗拉面吧。哎，麻烦你。这边有来人家吗？我没有，谢谢。好了，我们再点一碗面就好了。
OK 啊，我们吃完的了。那等一下，我们去结个账，再去外面做结尾吧。好怀念的地方哦，各位啊，我现在人在位置是茄东西跟桃园大圳的交叉点哦。这各位身后这个点，上面有一条茄东西穿过去之后啊，底下又造了一条大圳的水道，让彼此不会打架。台湾的水利工法也让桃园大圳流通整个大桃园啊，好不好？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三合堂的想法吧。三合堂拉面应该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让你吃到饱的拉面店吧。我还记得说，在日本大概四五年前的时候，他们就有一家叫做拉面布塔，而且拉面布塔它是用900多日元，它就可以让你自己自助夹取所有拉面的佐料，还有其他的配菜。只不过今天呢，在这边你想要吃什么，你画单点，它就会送到桌上了。今天这一餐要395元的话，我觉得这个体验价格有那么一点点高了，好不好？那各位啊，看到这边，你有什么推荐的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频道，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哎、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今天这样还可以吗？哎、欸、，OK 了。OK 了。